是恐龙形状，那是骨头的。哦嘿。是长这样。现在是助手在挖吗？对，然后我在挖。对，他。我看。哦嘿，这是哪一个部分的骨头？请解释一下。头啊，是。我看一下，你拿近一点给我看一下摄影。OK， 好，助手，我们照一下助手。哇，助手好认真在挖。还有你，助手，请问你挖的结果怎么样？可以给我看一下。我们挖到了这个 rib， 对不对？哦，哇哦。这块地区呢，我们已经把它清干净了，所有的发现的骨头都在这里。还有它的啊，这是它的头哎。对啊。Doctor， 这是它的头哎，你有没有？这是它的头，它牙齿。是不是？大特刚才已经解释过了，要不要把它清干净一点？好，我们大特现在在做很困难的部分，就是把细微的部分把它清干净。它要 identify 是哪一种？哦，大特，请问这是哪一种恐龙的头？暴龙。哦，你认为是暴龙吗？我然后呢，就是这可能好像它讲迅猛龙。迅猛龙哦，迅猛龙的脚，好像是暴龙，可是暴龙是迅猛龙。嗯。OK， 好，那你还要解释什么吗？还是待会再介绍？待会。好，这边。来。好 ，Doctor， 你这。